此由少年七情六欲所损，故至晚年真气虚衰，死脉见于两手，或十动一指，或二十动一指，皆不出三年而死。又若屋漏，却会之类皆是死脉。九官元五百壮，服延寿丹、保元丹六十日后，死脉方隐，此先师不传之妙法也。雍正三年初冬，一董姓者来求诊脉，其脉或二动一指，或七动一指，或十二动，或十七动一指，此心绝脉也。仲冬水旺，其何能生？孤定身、荣、富、何车、其代、贵心、早人等方与之。服食剂，脉之歇止参差，不似前。知有定数矣，又实际而歇止少矣，又实际六脉如常矣。一，不可谓药之无功也，且知至早，虽不用丹艾，亦有可生全者。